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君子兰我们在给它栽种好之后呢，要给它在盆土呢大水连续浇灌3天，这样呢可以冲走盆土里面的一些沼气，而且可以冲走盆土里面的粉尘，让植株的根系能够更好的生长。那么我们除了要给它连续浇3天的定根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件事大家是不能忽略的，那么这件事没做好，可能会导致你的君子兰呢生长不良，甚至是出现一个烂根的现象。那么是做好哪件事呢？其实这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给君子兰栽种好之后呢，大概10天到15天左右，我们要给它在盆土里面浇一次这个杀菌杀虫剂。为什么呢？因为呢，君子兰我们给它连浇3天定根水，盆土呢是处于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那么是很容易滋生一些病菌和虫害的。而君子兰在刚刚栽种好之后呢，它这个时候抵抗力又特别的弱，所以呢我们要给它及时的杀菌杀虫。那么怎么杀菌杀虫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戴森猛心把它稀释1000倍，然后呢直接给君子兰灌根。这时候灌根主要是杀灭盆土里面的一些病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护根系。如果是杀虫的话呢，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些杀虫药，或者是在盆土里面呢撒上一勺这个小白药杀虫，它可以持续一个40天的有效期，可以有效的杀灭盆土里面的一些虫害。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新栽种好的这个君子兰呢能够更快的生长，更快的覆盆，而且也不会出现烂根的现象。所以呢，君子兰栽种好之后，除了要浇定根水，我们一定要给它做好这个杀菌杀虫的工作才行。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